好的，这里是罗王。好吧，所以说这个快递终于来了，我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们英文学得好的话，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哎，它从芝加哥运过来的，芝加哥。好吧 ，leach 就是水蛭，没错。如果你们在我粉丝群里的话，应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好吧，我们来看看。Oh, shoot！ 好大。好吧，这个东西。好像还是很牛逼的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一个容器。这个容器的大小应该够啊。装一些水，这样这个水不用太多。好吧，那就不打开。好吧，那么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入水，只是因为两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原因是我要马上要跟韩蝉同学要有一个水质挑战，就是我们会把水质吸到身上，然后比谁的水质先掉下来，谁的水质先掉下来会有一个小惩罚。我也不用担心，我买的这个都是医用水质，他也有一只，我也有一只。你好啊，小家伙。哎，这个其实颜色好像还是很漂亮。哎呀，比想象的颜色要漂亮一点点。我以为是全身黑的那种。看看我手上试试。哇，身上好软啊，我怕把它弄死啊。但是感觉身体好有力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像果冻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身边有好多这种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像果冻一样的东西。哇，这种身体一下长一下软，真的是一下感觉很短，一下感觉很长，真的是很牛逼啊。这是环节动物的特性，就是节肢动物它是不会有这种特点的，就节肢动物的话不可能会身体的这个长短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的，但是环节动物会。给大家科普一下吧，这个跟昆虫的关系之所以差得很远就是这一点，就是它属于环节动物，它不属于节肢动物。我怕强行抠下来会弄死它。你逼我的，我就只能毁坏容器了。我原本说这盒子还挺好的。
来，你衣服啥？你衣服。直接丢进去。高兴了吧？高兴了吧？看到了吧？有水了，开心了？不开心。松开，好。好，然后他又强行的粘在这上面。哇，你还真不容易啊，就是不让我上手，就是不让我上手。那你很棒棒哦。其实我们看他身上有一些很漂亮的花纹，就是可能这个又很暗，所以看不出来吧，可能。你要干嘛？上手。哎，对了。其实这些还真的是这个属性还蛮有意思的。第一，哎，可以了吧？好吧，回来回去了。你别开始吸，现在别开始吸，过几天。哎，过几天再吸。他刚刚那样其实不是在吸血，他只是依附在我身上，所以他这个吸盘的力量真的是很大，很牛逼。好的，那今天就这样吧。这是哪一次用的容器啊？今天就这样吧，拍视频拍到这里，还花了一点点时间的。那水质的东西的话，我下次的话还拍水质挑战用的，然后之后我也会把它养起来，但是之后我不会用我自己的血的，之后我肯定不是用自己的血养，我是要去买像乳鼠啊，买那些东西，或者是鱼来养它。